潜能一，少女萌萌拳。我很喜欢。少女萌萌拳。哈哈哈哈哈！刚才那都不是我们本人，我也不是。我们本人会是那样的真男人，真娘。你被晕了，被晕了吗？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小明明就是你的，来，你没嚣张、啊。你俩这回又骗我钱了。钱能二，武装小能手。我给他补了，我给他 A 组给他补了。哥，这一脸憋尿，咱都给你憋坏了。对。不动，王子不动。好，压痕，压痕。压痕我真会。我来吧，然后上面抓。我让你们平时那么辛苦，对吧？给你们分担。不辛苦，我直接成了天津浪。我给你刚刚又。好嘞。然后中间打斗的那个，我就简略的搭一下。那天跟司空见落，也就是我这两个多月来第一次拍感情戏，说实话有点不太会了。这两个月期间，我基本没有接触男女之间的感情戏，都是天天跟雷无杰在一块儿，要么是跟吴昕在一块儿，要么跟大师兄在一块儿。就久而久之，现在只会演兄弟之间的友谊，已经忘了什么叫爱情了。其实你挺开心的啊，对，让你跟那女的雪成也是本身就是这么想的，跟女孩对视就没感觉了都。对啊。对啊。那我也问过你的女孩，对。哟。请想象我乱撞脸红发烫，你家里心就慌，可你也想阳光。漂亮，哎，漂亮 ，OK 了。